FF13 推出中文版，抢攻女仔市场。RPG 神级作品《Final Fantasy》系列出名个古仔始足史诗，依家出埋繁体版，唔识日文嘅机迷打嗰阵，终于唔使再靠估啦。因为 RPG game 嘅特色就话好大量嘅语言啊，因为好多文字喺入边嘅，咁啊中文系最亲切嘅语言啦，咁就唔需要呢啲翻译，咁啊好直接可以明白到个故事讲乜嘢咯。为咗救个妹，勇闯下界嘅女主角 Lightning 改咗个中文名叫做雷光，其余五个主角同样入乡随俗。无论是 CG 字幕抑或是战斗界面，通通中文化，系统再复杂都提得明啦。如一方面就继续讲日文，原汁原味噶。今次是 PS3 第一次有 RPG game 推出中文版，厂方相信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女机迷。中文版27号就开售啦，卖358元，连 OST 同限量版首制嘅套装就卖799。PS3 21号起仲会在尖沙咀美丽华商场搞第一次的中文 game 展做宣传。不过 FF13 的日文版去年12月就出了，很多人都已经玩了头啖汤了，不知有多少人还肯付钱买中文版呢？